买物放生，买物放生与不失同，须善设法，勿以定期，不任定地，勿以定物，随缘乃放生得随意。若定期、定地、定物，则是处人都不宜。买牛羊豚须有常年草料费，为数甚巨。人没有放者，若不纳费，则须伴者代买。是以自交伴侣之人，另彼随意，或买生物，或买草药，为何也呢？印光大师这里就是说啊，放生这个事情跟布施啊是同样的道理，同样的功效。那这个最好啊，放生能弄好啊，一定要规划好、计划好，不要出问题。最好不定期、不定地儿啊，不议定物啊，就提前去定物，随缘买生啊，这个最好，那、啊、这个最好。那么如果定了定期定地定物了，那么有可能产生了有人去抓住啊，或者提前准备有这个问题。看这个情况，当时也有放这个牛羊猪的啊，放完以后呢，有人就不管了，不管发现后边人家有人放那个鸡，这个草场的人家有草料啊，啊草料你就没招了。所以印光大师就建议了，就是你就把这个钱给人家算了啊，人家自己根据放生这个情况，需要就买点草料啊，或者草料组织再放点牛羊啊，这些东西这个比较好，都是印光大师啊啊为众生着想啊，怎么方便，怎么没有这个不好的后果啊来提出来。那么我们现在放生呢也挺多，每次打击啊，我们放生是作为一个课程啊来做的。现在周末共修呢也开始有放生，而且南方呀、啊、比较好，南京他们同学就说，他们随买随放啊，因为那可能水稻方便，另外他们说单位发的活物啊，顺手也就放了，现在还有这种啊，他们买的挺好，但是条件的具备。北方这块呢，这个无锡那儿也挺好，无锡那个稻场离大运河很近，就京杭大运河吧。啊，以前他们到太湖放，哎呀，那个放生那地儿，我去看了一下，没人，地儿上没人，啊，天哪，那个水那宽极了，随便放。啊，他们一去一念，以前放那个动物就来了，现在他一放，啊，就一起上。他们那儿放的东西丰富啊，安居士想一次就放一车，要看着卖了半车再放半车，心里挺不舒服。他们那儿放生做的挺好，现在呢就是到运河了啊，这个四川古寺呢，大家念着佛稍微走一段路，到了一个好像是并沙场，这个沙场老板呢就把路弄好，把船弄开，哎，他们这个人念一念就放了。啊，特别方便。这个动物呢，也就是路上一拦就拦下来了，啊，一车就放去了，很有意思。这个北方比较难办啊，咱们北方难办，他们也放生，咋放呢？就是到第四天，然后撒香粉，撒完香粉一念完就念皈依，完了拼命念喊佛，喊完下去了。等下次再来呢，这小鸟基本就没了，那也很好，那也很好。这个也要因地制宜吧，啊，因地制宜吧，最终还是让这个动物啊，真正能够获得食益啊，尽量也不要产生出，为放生而捕捞啊、养殖啊，尽量不要搞成这样。但的确有时候挺难办啊，那做不到圆满。啊，尽量我们多找些渠道，多找些办法。前一段我们还是执行过，每人放生不允许超过200块钱，是吧？后来呢，大家强烈要求是多放，慢慢慢慢的现在又多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尽量的弄好一点吧。